清水の舞台から飛び降りるぞ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开始我们的第二天。他这里可以免费提供寄放行李，所以我们放到晚上七点再拿。早餐我们吃 Lawson 便利商店新商品螃蟹饭团。吃哈吃哈。吃饭。吃饭。カニ飯。おいしい。なの味。おすの味。里面满满的螃蟹，好吃。因为京都不管去哪里都要坐巴士，所以建议大家买巴士一日券的话会比较划算哦。巴士坐一趟就要230块日币，只要坐三趟就可以回本了，一张是日币600块。我们要去清水寺，不管去哪里都有这种告示牌。文章又要买 Olen， 他最喜欢吃 Olen。这个中文，难怪有人来帮帮他们的中文翻译。我跟我大西洋那一点，乖乖，你们咖啡了？来这。用这个喝酒也太可爱了。文当的10秒挑战，大斗可以吗？一只，只有三个。我就讲了，就是要站起。有，大斗，用狗。打赛狗子了。Good days。Good days。好嘞。我是大爷一律哦。啊，大吧。啊，大爆炸。变好快。变。给大家看这坡有多陡。你现在都登顶了。好嘞。很累，我也觉得好累。只好逆，一生你落魄是溜不起，有点要惨点了。清水寺这里超漂亮，漂亮。你们超漂亮，漂亮。真脸气，空の色めちゃ綺麗。空の色。天哪！在京都住真的好棒哦，阿乐乐。闻到房子就进来，要进清水寺参拜要门票，一个人是400日元。我要那个清水寺的舞台から飛び降りる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を靴として使ってた。行ける？やるくん？この棒も多分昔の人は持ってたんだろうな。这里应该就是每次广告都会有的地方，应该就在这边拍的。地方工事中。清水寺现在施工，大家要来的话可能要看一下时间。一组神社是祈求缘分还有恋爱的。4周年来たけど、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という意味で行こうか。画一个很大的圆字，推荐大家在这里照相，超可爱。帮我讲一点中文，去波波。你好。台北行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か？漂亮的吗？有，是哟。小奥尔是大概在哪里？一千三百。好。嗯，这个石头的占卜法就是这里有两颗，然后你要站在这一颗，把眼睛闭起来，然后许愿。如果你可以直接走到那边的石头，愿望就可以成真。你要许什么愿望？これからもルート末永くね、行けるように。谢谢。哦，まっすぐ歩けばいいの。そう、加油。危ないとき言って。順調だからね。みんな加油加油加油。まだ距離ある？うん。右。右。しゃがんで。おお。強い。バイバイ。いや、ルーに助けてもらったから、ルーの助けが必要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。もともと二人で一緒に乗り越えるものだからね。ルーもやらんの？ルーちゃん何願うの？同じ願います。言わないと願い叶わないよ。なんとこれからも末永く続けますように。全く一緒やん。一緒で言ったじゃん。Go straight。ゴーストレイズ、ゴーストレイズ。なんか日本語で話してくれる。まだまだ。右右、はいストップ。あったあった。そう。オッケー。達成、一起加油。好吧。希望我们的愿望都可以成真。文章说，比起这个恋爱的，他更想要这个有钱的。お金欲しい。我比较想要这个，爸爸跟妈妈健健康康，口水不流，感觉口都不会渴吧。因为文当是在做建筑的，所以他对这种建造就很有兴趣。足場だけど、全部木なんだ。建築として考えられない。午餐我们随便找一家荞麦面跟乌龙面，还有洞饭店来吃。ルーのマネ。人天不如这个就是。好烦哦，烦死了。イライラしないで。我点天洞，文当点和牛洞。这一家蛮好吃的，应该是台湾人会喜欢的味道。但是我跟文当都觉得和牛洞更好吃，大家来的话建议点和牛洞。这一家店在清水寺巴士停站对面。金阁寺也有门票，一张是400日元。漂亮。很美耶，
1397年結構前やね。ルーちゃんの目金閣写ってる写真撮ろう。近看之后觉得它的金眼像是刷上去的，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闪闪发亮，但是还是可以来踩一下啦，蛮经典的景点的感觉。换个角度有太阳光的地方就比较漂亮，所以还是要看角度啦。文章去哪里都要买冰吃，现在时间是下午4:30，我们接下来要去蓝山。我们到了蓝山，这里就是好山好水，可是没有好无聊，还有这种小商店街，可以边逛边走到那个最有名的竹林小径。我们刚才本来是要买最右边那个，可是我们刚才前面女生点了这个金赏，我们决定点金赏来试试看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好吃，好吃贵，胡椒の味が強い。美味しい、美味しいね。うん。なんかこれ間違ってる？マキは入ってない。わかんない。米菲兔的面包太可爱了吧，烦死了。这个鸟超酷，它还帮你拿牙签。吃过。这里就是我一直很想要来，可是从来没来过的蓝山的竹林，好多自然的声音哦。你变成竹子啦。这个竹林啊，可能还是要在有太阳的时候来会比较漂亮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马内西来的。军队。如果要来的人呢，建议带罐防蚊液，因为这里蚊子超多。不要说我们没说。京都店的烂熊都这么三八。真的吗？嘞。好可爱哟、哦，烦死！烦死！我们拿行李看到这里已经没有人，然后吓死了，我们回不去了。结果打电话给他，我们才发现原来在这里。他说我们的行李放在这里面，吓死了。今回一番良かったところはどこ？清水結構これ楽しかった。いろいろやった気がする。お祈りもできたね、清水で。うん。その思い出が楽しかったよ。私一番楽しかったのは昨日の晩ご飯。四周年快乐！快乐！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ね。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。我要跟各位说拜拜。拜拜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回程新干线我们要开 party， 买了一个优格水，还有两个便当，还有一个洋芋片，还有文丹最爱吃的竹轮。好，接下来。